随着《战狼2》的热映，其票房也即将突破20亿，成为暑期档华语片的新黑马。而凭借《战狼》系列电影，吴京再一次巩固了自己武打明星的地位。既是导演又是演员的吴京，不仅在电影中是个十足的硬汉，在生活里更是如此。在拍摄过程中，长时间泡在水里，饿了就待在水里啃馒头。吴京现男友一个可爱的儿子，起名叫无所谓。这个名字听着还真的是无所谓呢。不过夫妻俩对于儿子的教育可十分有所谓。早前在丈夫拍摄《战狼2》期间，谢楠便带着儿子前去探班。吴京看见可爱的儿子暂时放下手边的拍摄任务，陪着孩子玩。要说这两父子玩耍的方式也是十分硬汉，吴京竟然就这么把儿子放在一根树枝上坐着。